嗨，大家好，我哋系 See You Star。咁啊，我哋就做咗咁嘅示范啦。咁家庭观众咧，可以试下喺六至八秒间咁啊，做出一个咁样嘅 ASMR， 咁大家互相去舒缓下大家嘅情绪啦。ASMR 系微小嘅声音啦，系啦，即系你点都得嘅，但系个过程就希望系达到啲治愈嘅感觉。系啦，因为声音系可以好疗愈喎。咁我哋就用呢啲厨具餐具，就整一啲声出嚟，整一啲节奏出嚟，咁就希望大家可以跟住一起做，然之後喺透過做的過程入邊，可以籌到款去幫到康智會咁樣。有啊，有種聲音好治愈，聽到我自己把聲。外在的聲音咧，就一定係跑山的時候的大自然環境啦，因為每一次都不同，每一個路徑又不同。啲蟬點樣叫又唔同，啲雀仔喺每一天每一次都唔同。即係星期六嗰啲係嘛？星期六係啊，每朝我每朝瞓覺都聽到。我就中意聽海浪聲。我成日即係我自己，如果係mixing 得多嘅時候咧，就會出海咯。夠唔鐘啊？係啊，其實個即係唔一定要出海嘅，即係你可能係人哋錄好咗嘅一啲海浪聲，其實你都可以聽。哦，都上網嘅海浪聲嗰啲，咁好治愈嘅都，因為有時真係聽得多其他聲嘅時候咧，個耳仔係疲勞咯，疲勞咯，係咯。咁其實有啲大自然嘅聲可以幫助你耳仔肌肉咧去放鬆。除了聽再看都會嘅，即係又聽又看咯，即係有時 IG 好多嗰啲片噶嘛，我把刀喺度切啲唔知乜嘢又，總之咩都顏碎佢啦。我明啊，跟住喂抌啲朱古力有顏碎啊，碎曬啦，唰唰唰嘅聲，又或者我會睇嗰啲有部機壓專係壓落去，跟住。咩都壓曬啊！公仔又壓啊！你有冇睇一個光頭嘅男人咧？去急爆波或者係整用唔同嘅方式去整斷嗰啲。我知啊，用個頭啊嘛。係啊，嗰啲叫做意大利粉，即係未煮熟嘅意大利粉。哦，意大利粉我冇睇過啊，即係用唔同嘅頭整斷啲意大利粉。好奇怪㗎！用個頭，佢用唔同嘅方法。去整斷佢咯。